去吧。 虽然没有你大厨手艺，但是煮个粥什么的还是会的。好吃吗？那些零食？啊，嗯，挺好吃的。喜欢吃哪个？下次我囤零食的时候都买的。嗯，凤爪挺好吃的，猪肉脯也不错。哎，算了，下次我从我家超市拿一点，顺便再拿一点能填饱肚子。 再坐一会儿，我再进去套一会儿，还是有点晕。嗯。出了这么多汗，喝点水吧。好，谢谢。 掉了，我来帮你。嗯，好了。谢谢。啊，头发挂在表上了，你别动，我帮你解开。 出来找点吃的，我那个，要不然也不能来打扰你们。
他一直都在。哦，对，你刚才来，我给他发了消息，让他在自己屋里待着，别出来闲走，省得你不自在。嗯，我肯定忘了，那个就是，不过我肯定不出来。我们刚刚在讨论晚上吃什么，你在的话，一起吃吧。嗯，那个，穆老师，我能一起吃吗？你长着嘴就可以吃。啊，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晚上喝粥吧，家里应该有米吧，我再炒几个清淡一点的小菜。我想吃粉蒸牛肉枕。我也不会做，生病了不应该吃清淡一点吗？好不好？改天吃好不好啊？你发烧了。反正所有的食材呢都已经在冰箱里了。这样吧，我的烧也退了，我给你们俩做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发烧了应该吃清淡一点的，你自己也是医生啊，你劝劝他。反正我不会做，你们两个谁做我都没意见。那我做吧，但是你要少吃一点。好。这个吧。啊，应该是这个。这么冻，这怎么吃啊？是不是得解冻一下？嗯。要不我们把它放那个微波炉里面叮一下？不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，这一分钟肯定好。那样就没法吃了，肉质都破坏了。那怎么弄啊？把它跟这个密封保鲜袋放在一起，在冷水里浸泡一下就好了。齐全啊，如果他不当医生，当一个厨师也挺好的。但是这个爱好不能当成职业，是吧？嗯，倒也是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个莫老师啊，我们在等牛肉解冻，绝对没偷懒。嗯。哎，这还没好呢。对啊，我们才泡了不到十分钟。哎呦，看看这道工，米其林三星。小苏打、料酒，还有筷子，帮我拿一下。啊，小苏打，谢谢。葱姜水。葱姜水。葱姜水，那个我不知道在哪儿啊，就是我家厨房归他管。那里有现成的，这个是吧？这里有葱，应该这个。嗯，什么时候做的呀？中午做的。你那个时候不是在发烧吗？忽然想吃了，所以提前备着。蚝油、生抽。哦。豆瓣酱，还有植物油。啊，好香。拌匀一下。哦。
还需要帮忙吗？暂时不需要，我去吃个药，你看好时间。腌制10分钟，时间到了你叫我。嗯。哎呀，幸亏你来了。嗯。我越来越觉得他有女朋友之后，这最大受益人居然是我。你看啊，你要是不来的话，这顿饭肯定就是我帮他打下手了。我也不太会做。你会不会做不重要，重要是他是这方面天才啊。平时我们去超市的时候，他都是把喜欢的肉和菜先买回来，然后呢回来之后再去研究食谱，再去琢磨怎么做。先买食材再决定做法。嗯。哇，好高级的吃货。这就不懂了吧，他这不叫高级，他这叫顶级，知道吧？嗯。嗯，主食吃粥。好。嗯，找一下米啊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现在这比我都熟了。你看，孙子。你知道前两年穆老师那个转发事件吗？哦，知道啊，他粉丝都知道吧？那是他唯一的黑历史，每年都被拿出来说。就是有一个人宠物丢了，然后艾特他求转发，他帮忙转了，最后发现那个人竟然是个骗子。嗯，后来他删了微博之后还发道歉，接着这些人就一直说他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策划人，再说他骗钱、骗粉、骗流量，还骗什么？人有多红，就有多少眼红的人。那个时候，我看着他那样，可心疼了。网友们吵了3个月，骂了3个月，最后还被人肉。对，他就是因为被人肉，后来怕影响医院，怕影响工作和病人，然后就淡出这个圈子了。这一淡出就是3年的时间。好可惜啊！我因为他这件事情，我到现在连私信都不敢看。也不敢回复，这艾特我那些东西我全都不敢看，我就怕什么，就怕这又惹什么麻烦。你看这穆老师不就是吗？到现在什么八卦的事情都不看了。所以呢，有一种恨叫羡慕嫉妒恨，这种恨你又说不出来他什么是非对错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吧，不用理会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对吧，生生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嗯，对。嗯，刚开始看到，哎，是挺不高兴的。以前也没什么粉丝，没什么知名度，就是一个小透明。后来突然那么多人这么说我。会不习惯吧，习惯了就好了。哦，而且我一听说他生病了，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哎，忘了就对了。这有些人啊，每天就躲在网络背后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反正也不用负责任，是吧？最好的办法，不听不看，是吧？嗯。看看。咱们要不然再炒一个香菇菜心怎么样？好啊，只要你不嫌我炒的难吃。再难吃也比我做的好吃。加油，我去不待会儿。粉蒸牛肉盏香菇菜心怎么做？我去查一下。没电了。时间到了。
没有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想搜一下菜谱自己做，可以借一下你的电脑吗？那有平板更方便。嗯，不要频繁下床，这样感冒会加重的。已经不发烧了，只是嗓子疼，所以没关系。我之前发烧的时候，一天都没有力气下床。我曾经上午发烧，下午工作，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。那，你爸妈不会心疼吗？还好。他们一个在肝移植中心，一个在心外，两个人一个星期能够凑在一起吃一顿饭，应该就很不错了，所以不会觉得我很辛苦。找到了吗？嗯，将打好的米粉加入牛肉中，充分拌匀，铺在盘中，蒸锅上气后，大火蒸12分钟左右即可出锅，对吗？是这样吗？嗯。啊。打好的米粉就在刚刚放葱姜水那里。嗯。辛苦女友大人。为我做晚饭。谢谢你来陪我。我只是怕你，你一个人在家，万一没有人照顾。菜不够，就做了一个小葱拌豆腐。谢谢。筷子。嗯。你说这人和人的命啊，是不一样啊。先喝粥。嗯，谢谢。深深。嗯。辛苦了。没事。那我先进去。深不可测啊，生生，辛苦了。干嘛？我要先吃第一口。青菜来了。哎呦，这香菇菜心是我点的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哦。我们在讨论我们那个在讨论这喝粥吃豆腐是不是都应该用勺子？哦，对啊，那我去拿。哎，别，你别去，不能什么都让你来，我去。
哎，那个勺子放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你找找看吧。他不会不吃葱吧？怎么会？他什么都吃的，你给他吃草他也吃。粉蒸牛肉卷快好了，那我进去看一下。你先吃点，等你一起。你真的是为了逗女朋友开心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是吧？啊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别说让我吃草了，你让我吃什么都行。啊，我发现你今天的话好像特别多呀。不是我在房间憋那么久，我这好不容易出来看点好吃的，我开心，我一开心我不就话多吗？我这也是大病一场才有这样的待遇，你稍微收敛点。行，收敛收敛。小倩。谁呀？王可。要不叫他过来一块吃啊？好，我这一个电灯泡够了，不能再来了。你这王可是谁啊？你朋友啊？我不认识。有人了吗？没有。你说这电话也不接，咱怎么上去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说开车不香吗？他非得骑个电动车，他吹一路了还得在这冻着。起开起开，让我坐会儿。哎呀哎呀，不，你都嘟嘟囔囔一路了，你开车不得找车位吗？不得交停车费吗？不得加油吗？我这多环保啊，充一次电管一星期。要不你起来。你闭嘴，我说一句你有一万句等着我，能不能先想办法怎么上去啊？哎，这栋楼是没人吗？怎么半天不出人呢？哎，你说莫倾城不会晕倒了吧？不会吧？给他打110。我觉得120来了可能也上不去。你觉得呢？啊，120也不能开门啊。嗯。这大爷不会是住这栋楼的吧？这必然住这栋的呀，咱后面还有楼吗？那他万一是遛弯的呢？谁拎着菜遛弯啊？你看你看，掏钥匙了是不是？拐，拐拐拐拐，进去进去进去。是吧？您是住这栋的吗？啊，是啊，我住这儿。太好了，我问你干嘛？小伙子，什么事啊？叔叔是这样，你别生气啊。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也住在这栋楼，然后他发烧了，半天不接电话，我们就是怕他在屋里晕倒了，就是想上去看看，您给开个门就行。对。什么单位的？怎么证明啊？这么烦呢？干嘛去？端菜。体贴入微啊。我来。嗯。给。那我先收一下。不用。先吃饭吧，一会儿让绝美来收拾。啊，对对对，给我，我们家碗都我洗的。嗯，好。哎，我们两个以水代酒，感谢盛春曼同学大驾光临寒舍，为我们准备这三道小菜。行了，差不多行了，咱们就踏实吃饭吧。啊，我先尝尝这个粉蒸牛肉肠。嗯，我也尝尝。
确定这个菜你是第一次做？嗯。好吃。真的吗？嗯。这顶级吃货女朋友做出来的东西也是顶级的啊，好吃好吃，来尝尝我点的这个。嗯，还是有天赋的。哎，不是我吹啊，你这第一次能做成这样，相当不错了。那你们多吃一点。好，坐坐。你别吃了，要多喝一点粥。好，你看声音都变这样了。你那个下次周年庆之前一定要把嗓子给我养好了。吃饭别聊工作了。哎，我前两天那个也感冒了，然后还去做了个体检，我那个报告你帮我看一下。行，你拿来吧，我去拿去。做的真不错。那是因为是你调的料。你的粥包的很好。来了。哎呀，报告来了，帮我好好看看啊，花千块钱做的呢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这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平时话太多了，吃的太好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告诉你，小心得脂肪肝啊！哎呀，生生，你说我天天守着他，天天吃好的，能不得脂肪肝吗？是吧？确实是要荤素搭配。偶尔吃一些粗粮对身体好。啊，他平时不在家，我都吃那个粗粮，玉米面啊、小米粥什么的。行了，没什么毛病啊。好嘞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生生，你以后嫁给他，千万要注意这点，别得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忘了这个粥刚打出来太烫了。慢点吃。嗯。那个，人家粥太烫了，你给吹吹。你再说话就脂肪肝了，我告诉你。嗯，谁呀？我去看看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大哥，电话也不接。换拖鞋。真的是，你都给我俩急死了。他到，你这背着生生妈干什么坏事儿了？吵死了。哎，生生也在啊。你俩也来了，不是怕你晕倒了吗？你们吃饭了吗？要不然一起吃吧。啊，那我好好吧。好，那我给你们打折。不用，让他们俩自己打，让自己打。我说你们恋爱谈的可以啊，谈了没几天，次次都在家里。不错啊，我说怎么突然就发烧了？哥，不是在人家骗家里，坏人。纳闷，铁打的莫老师，一说病就病了，就是说你俩到底吃还是不吃啊？吃吃吃！哎呀，王可啊，我洗个碗，你把我冰淇淋全吃了。哎呦，我也发育发育啊！你辅助你发育什么？我，你别管了。哟。这个还换一头型，精神小伙啊！家里搞这么隆重。那个，录音室有事儿，走吧。啊，什么事儿？急事儿。哎，我吃饱了，一静坐，刚洗完碗呢。哎，说了有急事儿吗？啊，那个照顾不周啊，生生，我们先走吧。哎，那个主人家，你把人照顾好啊。我看看，我穿个鞋。看什么？你拿鞋，我包里边，我鞋子紧着。鞋在包里。你想做点什么吗？我都行。那我先去收拾一下屋子。嗯。平时加班多，家里没什么能陪你玩的。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？嗯，不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
我平时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刷刷手机、看看片什么的。哇，我好久都没关注电影，要不我看一下推荐吧？啊，不用了。不想看。不是，我是说不用特意去看，随便找一部就可以了，什么都行。啊，好，那就随便找一部。哎呀，有家不能回呀，看看多甜蜜，真甜。他们俩在家里你侬我侬，我们在这喝西北风，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想点活动想点活动。主要现在也没地方可去，而且我这个车只能带一个人，你说把你俩谁扔这儿，谁扔这儿都不合适，对不对？你把车扔这不就完了？那不行啊，我这新买的车，这要车丢了是你赔给我还是我自己亏着？行，你就守着你的宝贝啊。我就是郑哥，我们俩打车走去我家，我新配了台电脑。你家他妈远嘞，俺们去。行行，你们都嫌我家远。师姐，你看，你刚刚照的，怎么样？啊，好看吧？好看。总不能再讲一个菜谱吧？你在哪儿？是不是应该找个话题呢？我帮你整理一下。哦，那个，你手机我已经帮你充上了。泡杯热奶茶。孩子在一起一般干什么？还有莫老师不知道的事儿啊？啊，咋了？想干什么干什么。正经点。哎呀，这多简单，跟他聊天，看电影，剧本杀，密室，游乐园也行，这不张嘴就来吗？真的是，你哪回？别，我只能说说。就是聊天、看电影、剧本杀、密室、游乐园。游乐园来不及了。这天确实不行，事儿还不少呢。哥哥，这天都快黑了，当然来不及了。人家都是早起去，下次吧。啊，下次我给你订票。问了半天，没一句有用的。郑哥，就这态度，你还把我俩从家里薅出来？反正我是你，我肯定忍不了。我也忍不了。问。不过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大周末在外面瞎晃呢啊，给你腾地方，你这不说谢谢就完事儿了，给你支招你还嫌弃上了？谢谢，行了，不说了啊。什么？谢谢，撂了，忘了。笑什么笑了笑？真过分！哎呀，那我回录音棚吧，你们两个爱干啥干啥去。哎呀，哥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不说我俩也没法走呀，确实也带不了两个人。走了，非常轻松，玩游戏，赶紧走，看你俩就烦。你看不着喽，到录音棚说一声啊，哥。
小心烫了。嗯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周边是新出的吗？没见过，好好看。给他们当配音导演送的，估计只有工作人员有。哦，好特别啊。一会儿洗干净给你带回去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没想要。我知道，但你不是喜欢吗？喜欢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啊。我们俩的关系，倒也不用这么客气。嗯。走的时候给你带上。不用不用，我问什么牌子我自己买。嗯，让我们家超市进货。我们家开超市的嘛，替客人尝尝什么好喝，多进一点，要对客人负责。你们家超市口碑很好，医院的同事经常跟我说。嗯，对啊，开了很多年了，很多退休的医生还喜欢打电话到我们家让我们送货。是吗？嗯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过去不在这家医院。啊，再去看看还有什么能吃的。鲜肉月饼超有名的，每天都这么多人排队。是啊。想吃吗？我请你。嗯，不过就是要排一会儿，没事吧？没关系啊，我今天休息。那我们排队。我爸。珊珊，珊珊。珊珊，珊珊，哎，珊珊，看着就像你，叫你那么多遍没听着啊？没听见。没听见。怎么想吃蟹肉月饼了？嗯。正好你妈下午买了，别排了，回家吃吧。来，上车。哎，不不不不。我同学他们一会儿就过来，是他们想吃，我帮他们排队呢。我跟他们夸下海口，说我们家门口这个鲜肉月饼一绝，所以爸，你先回家，等他们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妈下午买了好多，咱们几个根本吃不完。这样，你让你同学上咱们家里去拿啊，上车。啊，不不，爸，热乎的好吃。你今天有点奇怪，丫头啊。啊？平时让你来买，你死活不答应，说就不爱排队。今天什么情况啊？体验生活来了。啊，哪有啊。该往前站了。
你先走。爸，你赶快回家，我一会儿买完我就回家哈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回什么去啊？我得买东西啊。哦，那你快去买东西吧。那我买东西了啊。拜拜。那我去了啊。你刚刚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拍我一下，我还以为我爸认出来，或者你怎么了？你。怎么又回来了呀？啊，你。